我们还是有私讯他，就关心他一下。嗯，但今天就是着重在我们的甄选记者会上面。没错，没错。对，因为今天还有三位女孩要关心以及照顾到。对，要管理他们啊，谁不听话？那谁最不听话？那好像就是刚刚那个领啊，对。因为我觉得每个女孩的个性不一样，所以有些可能会比较皮一点啦，有些可能比较有自己的想法，有些可能就会比较乖，所以就是可能顺应每一个人的个性性格，然后去做一些不同方式去跟他们沟通聊天，然后相处也不一样。对。